大家好 ，Estadom 今次啊再抽 Tiny 美英同九巴嘅晚抽巴士暂停，睇下重复定咩啦？前面应该都系争六款。买个，跟住包胶，诶唔知边啲包边啲唔包嘅。重複咗啦，唔好再同我九龍公園啊！咦，切！整漏咗膠水喎呢個，有一邊冇膠水。聖安德烈堂，都唔係好多啫，八條。咁今次就八版加呢個雲能巴士，係啦，八版巨龍加呢個雲能巴士嘅相。唔想特別俾錢買版權整真廣告入去。有啲怪，喺呢度跟翻呢度咁样一同三塊廣告板咪好啦。依家旋轉對稱好怪添，咁啊都係整個訓練吧，都幾有趣啊！零零舍舍呢一隻咁嘅車站係偏向前面嘅。而唔似其他係擺喺正中間，咁都係同九龍公園同一個帽啦，只係換咗貼紙印少少嘢唔同。咁啊，第二件產品，咁剩翻一樣都係呢個樣嘅，就係創紀之城啦。咁我中意聖安德烈堂個樣多啲，喺創紀之城咁樣，嗰幾幅相冇咁吸引。喺 H bus 同埋呢個白板吸引啲，最主要個 H bus 最吸睛咯。創紀之城成兩幅都係車尾怪怪地。咁好啦，咁今次個聖安德烈堂嘅巴士站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 記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